我那个我那条货，我爸说再帮我再说。怎么做的？他进去查进去说吧。错。这条最低价$800。$800对。有没少？再少一点。这么熟的少？他就这条来的，就这条。行 ，OK。那你等晚些时候找找你的跟团。好的。先喝杯茶，慢慢说。什么事情啊？就是不是上次卖了条$800的货吗？那条货卖错了，价格。因为那天我爸有事情不在家，就把货拿出来卖。那条货价格卖错了，我记错了。这条才是那条$800的货。那上次我那条是多少钱成本？那条成本都要20万。20万。对啊。咱们都是同行，又是朋友，如果货还在这里，就都好说话。那现在怎么搞？货已经寄出去了，客户很喜欢，马上就要付钱了。那怎么办？那你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式啊？要不这样子吧，我等一下打个电话给客户，看一下他怎么说。实在不行呢，你就补偿一点给他。补偿一点啊？对，你看你刚出来社会，也不能让你造成心理阴影。行吧，那你这边沟通一下。那你沟通一下啊。啊。刚才我跟客户沟通了一下，这个客户也是比较少好说话。他意思是说他是$80买的，你这样子吧，退他$80，5000块补偿一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对呀、啊，因为这个客户也好说话啊，辛苦了，怎么可能？辛苦，帮我感谢一下这个姐姐，哇！然后那我就先回去了，回去得跟我爸说一下。嗯，这个师傅感谢师傅。慢点，慢点啊。好了。